喂，儿子，那什么，中午吧，爹就给乡里吃一口，就不回家吃了啊。不用你给我买单，你给我买什么单？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，3000块钱刚进账，爸自己买单啊。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。苏格兰调情。二步，哎，怎么就这么眼熟呢？这个店儿啊，快过来吓我一跳！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？大爷，对不起，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，给你吓着了。哎呦天哪！哎。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？是我。哎呦我去，我老孙呢啊，老喜欢你了，没事就模仿你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孙子。哎，我孙子老得意了。那什么，哎，你给我照张相呗，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？行啊，大爷，谢谢你。来照一张。哎，你照啊。没拿相机。哎呦我天，跟你闹玩的。哎，善吧啊，苏格兰调情，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，那卤不花钱，给我来两碗。大爷，那卤老咸了，你都这色儿了，你还敢喝吗？哦，那卤跟我靠色呀。来碗面，来碗面，就在这吃。就搁这吃啊，嗯，但大爷吃可是吃，我求你个事儿，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？里边有领导吃饭呢，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，新来乡长吃饭呢，那，哎，干啥呀？我去看看去，你把乡长吓着呢，快，没事儿，怎么的？原来的那个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那新来的就搁那照着呢。可上食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就咱们原来那乡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原来那乡长嘛，就老来我这吃饭。我跟你说，老包场呢，还主要是哈，吃完饭还不给钱呢。哎呀妈呀，我那老多单子了，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。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。别放，大爷听大。乡长的单我买，你拉倒呗，你能买什么单呢？老多钱了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你看大爷穿这一身，你咋瞧不起我？告诉你啊，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，我养了17000多只鸡，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。大爷不差钱，是吗？嗯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抓紧把单买。大爷，你因为啥买单呢？来，嗯，哎呀，点你一下，点一下，为啥买单呢？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，在乡里工作。哎呀，啊，你给你儿子铺路，买个好，买对了，快点的，来。哎，我没有现金，能刷卡不？啥都能有啊，你就给。有炮击没？有，那卡刷卡。好，大爷，你要听孩子的话，你就别养鸡了。你就养猴就得了，养猴关键不卖钱。以前养过俩，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哈，别人都买我不买猴，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。大爷，你看一眼单子，单子不用看，你就抓紧算，大爷不差钱。好，那我刷了啊，快点的，刷了。好，来开。咱签个字儿，不签了，你别整那种用的。哎呀，大爷，对不起，来，咋的？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，一早整齐了。你快点，我着急。呀，余额不足啊！不可能，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。是，刚才刷了2900，刚才2900。对呀，不对。有那么多吗？来来去去多少人呢？还有那么多吗？
我就以为三头五百呢，两千九呢。两千九，那你不早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也不听啊，给你看你也不看，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？我跟你说大爷，你这是买完了，你要不买单的话，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，知道吗？还有啥事儿啊？还有啥事儿？那老邪乎了！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，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，让人给举报了。现在八项规定多明白呀！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？你还敢单子？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！这不就完了吗？GDP 都给我造了，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！这不是大事吗？这什么？小沈阳啊？不是，听大爷跟你说，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，这事儿大爷办错了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来，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。退钱？不买了。那不可能，大爷后悔了。我没后悔。我这饭店都要黄了，好容易进的钱，我能给你退吗？那你不退不行啊，大爷犯错误了。你犯错误，我也没强求你买单，你自愿的，那怨谁？对。妈，这还咋这样呢？那我怎么样啊？你就不给了呗？我能。哎，那个，给我看看单，给我买个单。一共3100，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？现金。现金。我真想刷卡。刷卡呀，号机坏了。没事，我这有现金，也差不多能够。乡长，你现钱数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行，你查查看够不？真给啊？啊，你不签单吗？不签单。妈，乡长咋给钱了呢？不可能的事儿啊！那都签单呢，钱呢？拿来，放这儿。因为啥呀？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？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，你把现金返给我，咱俩不就两清了吗？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，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。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？你不说替我担着吗？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，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。你干啥呀你啊，这孩子？你干啥呀？你咋的了？你要干啥？这孩子？大爷，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？你说你，我这是点你。你别给我整事儿，我告诉你。干啥呀？说我猴是吧？掐我脖。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！干啥？你要烟没有？你松开我！大爷，我松开你行，但是你别动我。我不动，不可能！一动不动是王八。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。谁不讲理？好，我找讲理去。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。乡长啊，快来呀，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。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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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起来。大爷快来呀。大爷你快起来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起来说话。为我做主啊。啊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做主，你快起来。来，哎呀哎呀，大爷你怎么的了？咋回事呢？你起来。我就咋回事呢？就是吧，你刚才吃饭那单吧，我给买完了。买完之后呢，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，咱俩属于现在买重了。大爷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？嗯，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，你怎么给我买单呢？哎呀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。咋回事呢？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？他在乡里头上班。正好啊，我听说来个新乡长，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，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。我先把单给你买了，买个好，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。后来我醒悟了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，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，这犯的，我不应该呀。你躲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。
这孩子不给我退，这时候你出来买单，正好是现金，对吧？嗯，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，俺俩是不是两清了？嗯，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，我那单是买上一顿香港的单。那上一顿香港该我什么事儿啊？那是他该我钱呢，该你钱我，你管我要什么钱呢？你说明白了吗？大爷，好了好了，大爷别急别急啊，大爷别急，哎，大爷，你还要讹谁呀？大爷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。我就是气性大，没事没事，大爷你别急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听明白了，你坐歇会儿啊。小伙子，上一任乡长欠你钱，那是他的不对，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。凭啥呀，乡长啊？凭什么呢？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？我跟你说，乡长，我是一个小老百姓，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，我上哪要钱去？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，你也快啊，放打你个大嘴巴。你会不会说话呢？啊，一条微博你就够呛，我跟你说这孩子越整越丧脸。没事。啥呀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？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？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，过年了，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，请他们吃顿饭，陪他们聊聊天。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。放心吧，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，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。班长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有点过激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理解啊。那个没事，大爷，我得说你两句。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，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。对，我深刻的接受教训。没事了，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。啊，好，行了，我再陪大爷唠会儿。慢慢吃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事，俺们不省心了啊，让你跟他操心了。乡长真是好样，乡长真没想到，领导真得这样。啊，这领导，准得这样领导。哎，你这是啥呀？没事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大爷给你呀，能不给你吗？啊，钱了，你要不提我都忘了。拿着吧，啊，行，好，谢谢。那什么，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？咋表示啊？你给唱一个，我给跳一个呗。行啊。过年了，咱大伙都乐着呢，唱一个，大一个，把你翻啊！来来，走。